展现出他的霸者气度。我今天在早上遇到他的时候，说：“Coco，我觉得你今天好像，好像学生组很有机会。”他就说：“不是，我是要拿开放组的冠军。”我让他不能下去，他就一定要爆发了。来来来，好，不要闹他了。OK， 题外话，来，第一选手准备好了吗？选手 ，OK， 好 ，DJ 音乐下。